那个一楼那个垂下去吼，大声哎、欸，我们这边还有听到，它还有好像这个地震的样子，有一点动，那就砰下去。啊，你够惊起来，不够紧走出来。我就出了阳台看人啊，我就坐车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只要坐车。我们那个猫儿子不救出来，我们都会很伤心。也是一个生命啊。我们开店的菜都坏掉了，不知道丢多少东西了。他们这个什么时候会好也不晓得，现在连铁门都开不了，怎么说什么都有。啊，大哥，你完全没法进去。我是可以从后门进去而已啊，个人可以从侧门。对呀、啊。没有店怎么吃？啊，你没有瓦斯你怎么吃？太无辜了啦，居民也是一样。没有瓦斯，没有电，没瓦斯。三样都没有。蒋万安昨天就讲啊，叫我们受理呀、啊。啊，我们后来说我们没有什么，应该不用前面的比较严重嘛、啊。哦，对对。都倒塌了，人不知道有没有事。什么都没有。都没有讲啊，我也是自己看新闻看到的啊。你家没水没电，你过得了吗？可是前半段我们知道，每次经过都看他们渗水啦、龟裂啦。那你多久？蛮久了，我是发觉到他们一开始挖就有。路面啊，什么都又龟裂这些，但是他们都有在修补。那我们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一下子整个陷下去。基带建设，资本要把它资金要把它冻结啊，要让它脱产啊，这样才有的赔啊。